李宗杰，42岁，永康区国光五街21号6楼 G。撑过56小时，李宗典截肢获救，女友牵手不治。李先生，你来撑一下，我们再试看看哦。那想办法进来，帮你把那个顶开看看。那、你继续把棉被里面的棉絮先抽掉。前天下午1点，屏东特搜队进入 B 栋7楼客厅搜救时，有人吗？我。这股声音犹如搜救员的振奋剂。伤者报上自己是6楼42岁的李宗典，但评估现场作业困难，土木技师勘察地形后，决定从西栋进到 B 栋5楼。钻墙到6楼浴室，再从浴室通风管进入到套房内，但因他身上叠满石块，无法拉出。再退回到5楼相对位置，钻洞将人拉出。直到昨天中午12点被救出时，身旁的女友已死亡，她左腿需截肢。进到这个开刀房，做了紧急的这个左小腿的这个截肢。先生的这个整个的意识状态是清楚，然后这个郑医生一向是。在56小时的受困过程中，李宗典展现强韧的求生意识。他被石头压住时，现场充满尸臭味。你可以动一动吗？我女朋友一直拉住我的手，我刚在屋里走出来，冰箱有饮料，自己去拿。有草地，有绿光。你是长时间关在幽暗密闭空间的恐惧产生幻觉。而事发当时受困屋内的有8人，他妈妈、哥哥、弟弟失联，嫂嫂和2个10来岁的侄女则不幸在这场意外中丧生。